欢迎大家收看 JMK TV 太乙大深度游。今天我们来到这个水上市场呢，叫做有没有人识到啊？丹峦沙朵，很多戏都会有在这里拍，阿发哥啦、张家辉啦，那些戏都会在这里拍。如果是游客啊，或者本地都好的市民呢，都会很喜欢你的市场。我们坐的船呢，是听说是很多国的，我们都要2000匹一只船。经过租车公司来就是1500匹的。大家要注意什么呢？船上面一定要有一些安全的措施，就是一些救生衣、因为他们会有些船呢是不停的。一旦出到去呢，就会有很多其他船卖东西。所以这个船要注意要用平衡，因为好像永远都执难。淋到喎呢度，我哋拍緊嗰啲紀錄片啊，嗰啲測試。鱷魚啊，鱷魚啊，頂你個鱷魚！哇，方黃多落啦！我哋仲唔係鱷魚啊？我哋仲唔係鱷魚？真係有啊！真係，好乸大條啊！咩嚟嘅？點解會有恐龍嘅？鱷魚嚟啊，唔係恐龍嚟啊！啲咩咩食？我知知，鹽蛇嚟啊！我們這裡剛剛也有很多的船家是賣河粉的，他們就賣那隻叫做龜屌的船河。龜屌的龜屌的，你說多次龜屌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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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真是啊完全不行，教壞小孩咳了他，只是出剛才那三個字扔他下船。去泰國餐想我兩碗船河咁樣係點講咧 ？Mr. 爽龜，龜屌呢個爽龜，文青大春咯，嗰個教我哋兩碗船河係點講？即係屌辣爽龜。你哋咧呢種嘅係咪叫昂啊？我以前咧屋企咧就會係接啲雨水嘅，因為我哋屋企冇水啊，咁我哋就要靜自己接啲雨水，然之後我哋飲啊，沖涼啊。但係好驚嘅，因為咧畢嘅時候咧，首先個缸又好深啦，跟住畢嘅時候咧，你見到好多喐下喐下嘅微生物喺入面咧，但係唔知佢做乜嘢，但係你要攞口同埋刷牙同埋沖涼咯。不過慣咗就好啦，但係開頭頭兩日都係會喊嘅，因為我哋泰國係有水上屋㗎嘛。我屋企唔係呢啲，但我之前住嗰個親戚嘅屋企係喺嗰啲樹上面嘅，但係咧就俾被蚊咬到暈。你有冇懷念被蚊咬嘅生活？梗係冇啦，咬完之後翻屋企入醫院啦。喺個水上屋上面咧，咁平常嘅生活有啲咩做咧？平常生活，我嗰陣時得幾歲？思考人生啦，係幾歲要思考人生啊？係咯，幾三歲開始就可以思考人生啦。你幾時翻屋企啊？幾時翻香港？究竟有冇水沖涼咧？但係呢度就應該都俾幾多蚊咬嘅。係啊，但係咧，佢哋唔會咬咧啲泰國人。吃多啲香茅，香茅係可以驅蚊嘅。如果你出汗都有種香茅味咧，啲蚊就唔夠膽咬你啦。好似頭先飲翻個冬飲。呢個咧我研究過噶啦，經過我幾廿年嘅研究，一定啱噶呢個。因為佢哋係唔咬泰國人噶，佢就係咬遊客噶啦。哇！終於遊船我啦，喂，感覺點啊？有冇遊船？有冇遊船安啊？我就嚟慢慢地啊，見到你已經。桂條辣爽脆。